朋友你们好，我是小胖哥哈。然后看一下哈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:28哈，然后9月24号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来赞达的订单，在出单的，出单的一个时间是9月24号啊，基本上都会出单啊，每天都会出单。我做的是来赞达跨境电商马来西亚本土站。别问我为什么做马来西亚本土站哈，本土站比较好做啊，而且出单比较猛啊。跨境现在不怎么出单，有做过跨境跟做过本土的就知道了啊。那也别问我本土站为什么只做马来西亚，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国家坑比较多，马来西亚坑比较少啊。还有啊，我只晒单啊，不卖软件，不做培训。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说，你不卖软件，不做培训，那你靠什么生活呢？我做服务啊，我晒单是为了做服务啊。我做什么服务呢？你想知道啊，可以来找我私聊，好吧？就这样哈，拜拜。